剑指同行。你是好的人。没事，我不寂寞。剑指同行。不是坏的人，你是好的人。剑指同行。盖了漂亮的章，写了很大的字，没问题，我看得懂。这上面写的就是你说的那样。好吧，你快走，坏的人。队伍一走丢，承担又上钩，一起起身，伸张正义，抓抓行行。步步神少主，紧紧跟随我。万人藏身此屋，悲伤满泪流。疯癫欢乐满屋，此刻莫停留。计谋绝妙，如我所料，引你尾随我来到。塔宾斯，是你吗？你有收到我的讯息吗？哦，你不是塔宾斯啊。哦，我失礼了。我警告你，不准有任何诈欺行为，除非我也参与其中。
如果你找到我的茶壶，喝光它。如果你找到我，我待会儿可能会出现一些脱序行为，请让我先向你道歉。圣光，对我们，太残忍了。哦，黑暗，你好，我的老朋友。如此美妙的香料味，这一定能泡出一壶好茶。哦，黑暗，你好，我的老朋友。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圣光。我虽然不能再去你家，依然会去你西门町。快停下来，刀剑来了，全身都烧起来了。想一起散步吗？圣光，我诅咒你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啊，可以喘一口气。软弱的东西，谢谢，给我滚到圣光下。你这流氓，看你还敢不敢再这么失礼。哦，需不需要来点茶？猿猴行者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可以喘一口气，谢谢你。我需要先有一个目标。喘一口气了，谢谢你。圣光，我诅躲进黑暗，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只感受到永远的痛苦。我不能攻击这个目标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头发有点躲进
黑暗才安全。如果你找到我的遮阳伞，求求你，我必报。一个红殿老尸身，另外两个泥池生。躲进黑暗才安全。有光方可视物，目光浑身烧灼。十犬失眠，待至入眠。黑暗才安全。容易看见双生。圣光弄洞是要的。塔宾斯和贾宾斯知道怎么做，他可以赶走坏坏圣光。对，我确实应该喝杯茶来。塔宾斯和贾宾斯会修理。我的头痛痛，塔宾斯累累，你休息，塔宾斯泡茶。茶让西奥塔开心。塔宾斯最聪明。塔宾斯仔细想，食谱是我是比较帅的那个。塔宾斯最三份臭东西。东西，四份恶心石头，两份火蘑菇，两份火蘑菇，一份邪恶木头，手指头数量的刺树枝，手指头数量的刺树枝，手指头数量的刺树枝，最后需要茶壶，你去拿。塔宾斯累累。
臭臭泡泡不好喝。不是西奥塔说一定要加。塔宾斯和加宾斯会修理，茶总是能让西奥塔好起来。起床喽！黑脸，你好啊，我的老朋友。亲爱的塔宾斯，那些华丽的新茶香几乎让我能我喜欢开心忍受不住。开心点啊，加宾斯，我猜你应该帮我把遮阳伞修好了吧。已经好了，加宾斯好棒棒。你真的好棒棒啊，我的朋友。太好了。如果你遇到强大的敌人，打败对方。啊，今天是个适合散步的好天气。西米尔女士愿意加入我们吗？飞虚陷火海，隐蔽奇经海，他终将领悟。太好了，我们来走风景优美的这条路。哦，去不去？没人觉得这道圣光很讨厌。真是讨厌！行动，翻回城镇。哦，那些躲躲藏藏的流氓真讨厌。嗯，塔宾斯，等暂时帮我倒杯茶吧。如此美妙的啊，蒙贝石兽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，乖狗狗，我帮你治疗一下。我是比较帅的那个。那些流氓的巢穴、隐蔽避难所就在山丘上。我们的后院充满遗失的猎剑和难过的守卫。看来他们误判了另一位主人来迎接我们了。我需要靠近。哦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喜欢在散步时练练短跑。没人觉得这道圣光讨厌，真是啊，讨厌烦。我没有目标。赞赏，我需要你的目标。逃离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头发。侯爵，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能这样散步，感觉真好。避难所快到了，我来跟他们交涉吧。壳内无一物，不准
顿悟不是。是的，我错了，还是让西比尔女士来交涉比较恰当。儿子，罪行，太阳。一名亲族胜利。好玩，双胞胎，我们跟他是一起的，谢谢。我的裂片呢？真高兴看到你，西比尔。哦，感人的大团圆，大家喝茶吧。只要东西没坏，我都收。我虽然疯癫，依然会注重基本礼仪。这段振奋人心的讲话，真让人余生难忘。奋力激战，折光一转。Yeah!
想一起散步吗？珍重再见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原来你又走了。当然我也很开心这个对话结束了。想要吗？没关系。